天的话就遇到一个女生，我感觉有点怪怪的。亲爱的，你帮我买这个邮寄了，给他用最慢的那种邮寄方式，最好邮寄个十天半个月，到那儿死透了那种。分都分了，干嘛拿花撒气啊？能被抢走的男人啊，都不值得留恋。我最讨厌别人给我抢东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为什么把冰箱还搬回来了？这是我的冰箱，我为什么要给他？好了好了，不管你了。哎，还有，你可要抓紧时间找房子，这里啊，你只能住一周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哪来的？我是查呢，不可能啊！哇，这么多！明明是他自己跑来我家冰箱的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？我什么都没做。最讨厌别人抢我东西了。这话我今天也听一个女孩说过。听一个女孩说过。走开！我最讨厌别人抢我东西。真的是他。对不起，昨天喝了你那么多茶，今天我的茶都给你喝。口味那么多，这个男的还挺花心的。真的是他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第一次被说是渣男，这么高兴。你也曾这样想念一个人吗？想念的时候就来听一首好情歌吧。添加微信公众号 NNNNV5， 每晚八点让你听到最。黄州花雨楼，牵着你的手，不尽多少情。微信公众号 NNNNV5， 把最好听的情歌送给你最想念的他。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选择公众号，输入 NNNNV5， 选择搜索出来的好听小情歌，再点击关注，千万不要关注错了哦。